好，繼續燒嘢咯。今天是2018年的11月9日的星期五晚上10:20，繼續。光巴都幾好食嘅，啊！一又死蒜頭，又老公啦，又辣椒醬。因為呢啲咩喺香港喺呢度生產嘅，老公媽就喺國內。啲老公媽好食啲，好食得。
嗰時咧就係、是、搞完曬啲菜，咁啊基本上你家裏頭有啲爸爸，即係接近尾聲啦嚇，打邊爐尾聲啦，又係十點半鐘啦。已經係先頭我打抽六獎咧，係半個鐘頭嘅，所以因此咧就係、是、即係而家有。都有四十分鐘啦，即係呢個邊度嚇？食啲舊肉先，啊！食埋啲舊肉之後咧就 OK 啦，咁基本上可以。同埋呢啲咧就係喺洛杉磯嘅生活，慢一個片段嚇，大部分都係咁啦嚇，都係唔係食就係坐噶啦。飲茶嘅，食啲舊肉真係最後飽咧，好飲啖湯先。打邊爐咧就係、是、食完之後咧就係、是、有啖湯飲咯，就係、是、咁。
佢真係湯湯汁汁全部搞掂曬。執嘢啦，嗯，我先執嘢先，啊，食嘢就搞嘢。都係今晚食得最乾淨，食得最乾淨，食到乾乾淨淨，一啲都冇浪費。飽嘛？我飽啦，梗係飽啦。你食到咁，我食到咁多呢啲咁。好啦，今晚咧就我哋喺度打邊爐嘅，係2018年嘅11月9日星期五，啊，已經係接近哇啱一個鐘頭啊，打邊爐一個鐘頭，係從9:40開始嘅，而家已經係10:40啦，啊，已經係拍咗一個成個。一個記錄啊，一個生活上的記錄，即等於我喺洛杉磯一個記錄。不在乎節目豐富，只在乎咧係記錄生活嘅啫。好，啱先，拜拜。